终于停了。那前两天我们其实就在试这台 Kia 的 Carens， 那个时候啊，正好是要开始大爆炸、下大雨的时候，所以延到今天再为大家试驾。好，那这台车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这个需求的。如果你常常会满载五元，正好又多两个小朋友，又或者你吸住之后的空间便利性的灵活性呢，你的要求比较高，然后你又觉得如果载满七个人，可能怕汽油不够力，我需要有柴油的扭力，以及最后一个柴油的税金和省油。再来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安全性，全车系标配六具气囊，那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Kia Carens。 那这台车目前在柴油的部分有三个等级，但是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售价，因为它还没有上市。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贩售等级有分为科技版、旗舰版，以及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的旗舰七人座客车版。那也许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售价了，在我们荧幕上面有它的最后正式的售价。其实以 Carens 来说，我比较想要试驾的是 Soul。 我觉得那台车好漂亮，而且它的配色是非常活泼，而且它的外形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年轻化的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试驾到 Soul。 那以 Carens 来说，它的车头造型都慢慢的也都采用家族式的，我们之前介绍到其他车款的时候，很明显看出他们有些类似的地方。首先第一个水箱护罩，第二个水箱护罩里面的钢琴烤漆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包围了一圈镀铬饰条，延伸到车头的两侧。另外在雾灯座附近啊，一样有一些镜面的烤漆，加上保杆的下缘有一个银色的饰板材质。头灯 HID 近光灯，其他全部都是传统的灯泡。另外一个地方是 LED 的，就是它的昼行灯。当你今天转动方向盘的时候，其实它有转向的辅助照明系统。然后在大灯下方有头灯的清洗器。车侧的轮圈尺寸，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等级，都是205/55R16。悬吊系统前麦花臣，后扭力梁式，前方有副防倾杆。刹车系统是四轮碟刹。整个车侧看去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它的尺寸大概跟你家车库里面的位置差不多大。上方有很有质感的雾银行李架，加上中间有全景天窗。在 A 柱的部分有一个可以防止驾驶不要太多死角的三角窗设计，非常的贴心。后视镜上整合了 LED 的方向灯，另外车侧的盲点系统要最顶级的版本才有，其他版本的安全配备就是六气囊加循迹系统。然后门把上有镀铬饰条一点点的点缀，加上前面两个门有感应钥匙。Carens 的车高 1610mm， 所以大部分的停车场甚至包含机械车位都可以停进去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这后面这个天线把它拔掉。像我以前的车子就是高度稍微差一点点，可是就是被这个天线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它断了。然后在后方有一个尾翼内建的 LED 的第三刹车灯。这次 Carens 的改款呢，主要的重点就是车头造型、车尾的灯具。在尾灯的部分 LED 的光条包覆了 LED 的小灯，但是其他全部都是传统灯泡，雾灯是在保杆的两侧，保杆的下缘和前保杆一样，都有一些银色的防刮材质，搭配了黑色的防刮材质。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它的尾门后方右边写着 CRDI， 代表它是一具柴油引擎的动力。我们打开它的引擎盖，介绍它的动力心脏，这是它另外一个卖点，也是它的特色。这具引擎是 1.7 的柴油引擎，搭配的变速箱七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。我们刚刚有强调，就是如果你满载七元，或者是你载很多的行李，又或者你常常住在山上要爬坡，如果今天选的是汽油的话，它的扭力表现可能没办法达到你的需求。但是今天换上的是柴油的。最大马力 141.4 匹，在4000转产生，扭力的表现就是它的重点了，非常的出色。34.7公斤米，1750转非常低的峰值，一直到2500转都可以达到34.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。在油耗的表现分为两个部分，科技版和旗舰版，1公升可以跑17.4公里。七人座的旗舰客车版1公升可以跑17.2公里，其实差异并没有很大了，能源效率统一都是一级。
它的传动方式都是前置引擎前轮驱动，方向盘的辅助方式都是电子辅助。接着我们来介绍它的空间机能，这是会买这类车型的消费者最在意的地方。首先打开之后，看到我们现在设定是标准的五加二座。第一个跟驾驶视野有关，就是第三排座椅的这个头枕，平常没有用的话，尽量把它收着进去，因为它完全会挡住后挡风玻璃的视野。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两张座椅的椅背，很轻易的透过一个拉绳可以倒平。然后在第三排座椅后方有一个小小的帐板，这打开之后呢，你会看到一个私密隔板。你一样可以做利用，它平常可以收纳在这边，然后旁边有千斤顶，还有三角形的警告标志。那很多人会说它的备胎呢，在底盘下方的部分。它的行李箱容积在第三排座椅倒平之后可以达到535公升，但是我们这边并没有第二排座椅也倒平的容积，我相信应该随随便便都有超过1300公升。接着就是第二排座椅进出车门的这些成员哦，你要看车门的宽度，还有车门的高度。整个范围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？我想所有人只要打开它的后门，应该都不会去怀疑你坐进去里面会不会很麻烦，又或者很局促。加上因为它是五加二的小型 MPV 的设定，所以它的坐垫的高度是刚刚好符合人体工学的。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我真的很在意这个座椅，所以我现在不太会去买房车，我大部分都买 SUV 或者 MPV， 因为它坐进车门还有离开车辆的时候呢，你是很方便很轻松的。在 Cadence 上面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机能性表现非常好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坐垫平行的滑移，我们现在正好前中后，你可以看到它设定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。第二个部分就是除了坐垫可以用下面有轨道的滑移之外，它的椅背也可以做角度的调整。我们先把第二排座椅，我现在要坐的这个位置设定到最后方。坐进去之后，膝部空间一个拳头两个指头，而且它前面的椅背呢有一个很便利的小三车，旁边还有个杯架。那杯架如果你觉得不够，其实门两侧还有。如果觉得还不够，没关系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中间这个椅背倒下去之后，这边还有两大一小的杯架，而且有一个小小的餐桌。然后后方有冷气出风口，左右两边独立可以调整它的风向。头部的空间一个拳头整多一点点，而且它因为它有全景天窗，它全景天窗一直延伸到了西柱，所以它的视野表现很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遮阳帘呢，它并不是从尾一直延伸到前面的，它是对开式的遮阳帘。然后后方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，地板鼓起的面积没有，它是全国领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，当然大家很关心，就是它的坐垫哦。第一个透气皮，第二个当然是真皮，然后旁边有一些黑色的车缝线。它的坐垫的发泡棉的厚度偏向于硬，而且很扎实，不管是背部或者是臀部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包覆性。三张座椅都一样。中间稍微小了一点，不过你坐在中间不会感觉会被牺牲的感觉，其实坐在中间也蛮舒服的。接着就是爬进痛苦的第三排啊，第三排基本上以我的体型，我这个越来越中年的体型呢，确实是不行。第一个，膝部空间是没有的；第二个，因为坐垫的设计的高度的关系，所以我的臀部之后整只腿是悬空的。再来一个部分就是，就算你跟前面讲好，让它牺牲一点膝部空间，往前一点。像我们这个座椅就稍微往前，我的膝部空间大概有勉强三个指头左右。不过头部空间就悲剧了，我没办法抬头挺胸的坐在这台车上，我必须要稍微臀部往前滑一点，然后这样子。可是还是很痛苦，所以第三排座椅我觉得是小朋友了，大人坐，除非你跟他感情要很不好，要不然让他坐第三排，他已经跟你翻脸。不过它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动紧缩的3.4安全带，啊，后方的置物空间它并没有省略，它还是有一些杯架啦，一些小小的置物空间。接下来介绍它的内装，首先在被动安全，全车系标配是6G 气囊。主动安全的部分，循迹系统也是标准配备，但是在高规，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版本，还多了一个车侧的盲点，
还有后方停车车流的一个警示，就是假设你如果是车头朝停车格，你要倒车出来的时候呢，它会侦测两边的移动物。那接着我们启动引擎，前面两个门感应钥匙加上引擎的启动钮。T 字造型，第一个类碳纤维的饰板，第二个部分上方这个萤幕全车系也是标配。内建的导航，可惜没有倒车 CCD， 不过这个很简单，倒车 CCD 的加装跟业代要求一下就好了。那当然因为这个萤幕的关系，所以它整个影音享受也好，电话配对也好，各方面的需求都有了，只差一个倒车 CCD。 下方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，拿来空调系统按钮的下方就是黑色的这些塑胶的饰板，里面也有一个置物空间，两个12伏的电源供应，一个 USB， 一个 AUX。然后变速箱搭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，你可以透过拨杆切换到手排模式，旁边有停车雷达的开关，方向盘后方并没有换挡拨片。拿到后方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顶级的版本才有的电子手刹车，但是很可惜并没有 Auto Hold。旁边有两个杯架，而且杯架它有一个门帘，可以把它关起来。拿到后方有一个扶手，扶手不可以做角度和前后的滑移，但是它扶手里面的置物空间非常非常深。仪表板双圆式的，还有一个差异就是中间这个彩色的资讯幕，虽然都没有办法显示中文，但是它是彩色的。高贵的版本是 4.2 寸，入门的是 2.7 寸。它显示的资讯呢，就基本的行车资讯了，还有一些车辆的设定，但是没有中文的显示。仪表板左右双圆的设计，左边下方是水温，右边是油量，而且它有 ECO 的节能灯号。最后一个就是驾驶的时候一定会操作到的方向盘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握感表现还不错，真皮的，上面有非常多复杂的按键，左边音响的大小声，控制你的音源，然后左下蓝牙电话的接听，右边定速装置包含了限速装置，右下控制仪表板中间这个 4.2 萤幕的切换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按钮，就是在这边旁边有个方向盘，有三个类似符号的这个按钮，它是调整你方向盘辅助的力道，因为它是电子方向盘，彼此间的差异并没有很大，可是在速度快一点之后呢，你会感觉的比较明显一点。在方向盘的左边就是循迹系统的开关，还有 ECO 的开关，加上旁边有一个顶规版本才有的车侧盲点系统的开关，最后一个就是仪表板的明亮度的调整，因为这种自发光仪表你把它调到最亮啊，晚上开车的时候你以为大灯开了，其实没有开，是你眼睛看到的地方亮，车子以外的地方是黑的。座椅全部都是皮椅的设定，但是都没有电动调整，驾驶座椅有高度的调整，副驾驶就没有了。最后一个就是坐姿的调整哦，很多人在问我们坐姿调整，我再示范一次。首先这台 Cadence 它有方向盘四向的调整，伸缩幅度并没有很大，还有高低的调整，通常我们会把它调到最里面，然后稍微凸出来一点点，这个时候会把它固定住，然后会看大腿的空间，基本上大腿和方向盘要有一个拳头的空间。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会调整座椅的高度，通常都调到最低啊，然后再来是椅背，椅背调好之后，最后是头枕，头枕一定要超过脑袋的上缘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去丈量虎口这个地方，手肘在方向盘的上缘，你这样子放下来之后，这个角度就是对的，你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呢，是很快很迅速的。那它的坐垫哦，跟第二排第三排都一样，其实它座椅的质感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发泡棉设定虽然是偏硬，但是它够厚，还有就是它有透气皮，所以你整个支撑性表现会很好，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坐到椅子上面之后好像坐在沙发一样，坐久了以后你整个身体会陷进去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觉得不舒服，支撑性比较好，对于长途驾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。好，那我们上路试车之前呢，刚原厂给我们的胎压前面260 kPa， 后面270，我想试看看搞不好可以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刚性应该是不错的。好，但是后面还是太跳了。这种5+2座椅的车款啊，后轴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整个重心在前面，你不可能每天后面载了一堆人。但是如果你后面就算载的人啊，我认为胎压也不需要太高，因为真的整个重心是在前面的，前置引擎前轮驱动的关系。那我们每次在这个木栅这个山上试车啊，因为它这个道路它有那个减速板，减速板过去没有问题，大概99%的路你的悬吊设定都不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把前面还是维持260，后面降到230 kPa， 在这种类似模拟碎石路行驶啊，第一个它的刚性
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没有杂音。第二个部分就是，当然就是过这个减速板，过去之后的处理非常的欧系。其实 Kia 现在的每一台车都非常的欧系，因为它的市场除了北美之外，再来一个就是欧洲。你要过这个减速板，后面没有了。可是270的话，后面会有第二次，而且是很不舒服的第二次。那230 KPA 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再来一个就是方向盘的辅助啊，我到现在还是开不出来。就是你把它拨到运动化和一般的 Sport 模式，它有一点点啊，可是真的差异非常的小。所以我认为你的哪一个模式并不是重点啊。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引擎和变速箱，因为在山上试车一样啊，跟刚刚的减速板一样，你只要能够通过这种爬坡路段，然后这种5+2的设定，加上我们的摄影器材在后轴之后啊，这么重，整个油门的踩踏你可以非常的轻松，以及整个动力的衔接是非常的棒的。那它有没有缺点呢？有啦，我觉得有，轮胎滚动的噪音大了一点，因为这类车型因为它的车室空间大，所以你轮胎滚动噪音要稍微大一点哦，你要过这个减速板啊，非常棒。这个是未来大家试车的时候要去多注意的，因为后轴就是最后那两个成员，它是坐在后轮轴之后。如果你的悬吊是不舒服的话，后面那两个人会非常非常的痛苦。就算后面没有坐人，逼住之后，这三个成员坐起来也会很不舒服。驾驶者反而比较没感觉，因为你的重心在前面，你坐的点是在车的重心的之前。那爬这段山路 ，1.7 的柴油搭配的七速双离合器，真的可以用轻快来形容，就好像开3.0一样。所以你的右脚只要含着油门就好了。虽然它没有什么行车模式可以做切换，但是其实够了。而且它的换挡是非常聪明的，你在转弯的过程中，车身的侧倾有稍微明显一点，可是是可以接受的。最主要重点就是，它不会让你有那种车体快散的、车身软趴趴的，又或者是感觉车身刚性不足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只要基础给你包含了安全配备，其他你车辆的一些点缀，不管是外观或内装的点缀，其实你都可以事后加装。那我一直认为这种5+2座它的改装起来的感觉很像威根，难怪很多Wish的车主很喜欢去做一些车辆改装，或者降低车身换大一点的轮圈，因为它改起来就是有不一样的味道。那你平常载着家人出去，它也可以应付你的空间需求。那你一个人自驾的时候呢，因为换上的柴油引擎，所以油耗表现也很棒，扭力的表现也很好，你自驾是非常轻松的，轻盈的方向盘搭配了非常轻快的油门，以及还不错的指向性，只能讲还不错，因为它的整个车身左右的晃动稍微大一点的，所以晃动只要一大，你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敢踩油门。但是出弯之后的再加速表现，因为柴油的关系，所以很棒。整体来说，我认为这台车第一个税金低，第二个油耗，第三个空间机能。台湾人买车常常是备而不用的，那你这个备而不用，如果换上这种车，我觉得是刚刚好。MPV 真的太大了，那 SUV、LSUV 也太大了。那这一类的车型现在可以选择的，我认为 Cadence 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。加上它的竞争对手，有些消失在台湾市场了，要么你买进口的话太贵了。那以国产车来说，这台哦，它这个变速箱好聪明，你看我只要下坡含一点刹车，它自动就降档，让你多一点档刹，你不需要去切换到手排模式。油门一补下去，它又升档了，那就没有转速过高的问题。所以整个结论来看，除了车身的侧倾，还有轮胎的噪音稍微大一点之外，我认为这台车是非常完美的，而且内装的质感、外形的设计呢也做了改变。未来上市之后，我建议消费者不妨去试试车。那你带着你的小朋友坐在第三排，他们会很开心的坐在第三排，因为有独立的座椅，或者是要挤一下，都会牺牲掉小朋友。小朋友自己在第三排有独立的座椅，我想他们会非常的开心的。另外一个可惜一点就是第三排座椅它并没有 Isoface， 如果在第三排座椅有两个 Isoface 的话，它就很完美。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价钱了。你可能会说你家 Wish 只要70万，这台车可能100多万，当然价钱会是关键。这30万的价差，你拥有的是更好的安全、更扎实的底盘，以及它的硬体规格是柴油加双离合器。就看这30万左右的价差，你怎么去拿捏？你觉得 OK， 或者是觉得太贵了？太贵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还是买标准的5人座，它可能稍微费用会稍微低一点。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是7人座，而且是自小客的。
并不是自小客货的版本，所以它的价钱加上原厂付的税金会稍微高一点。